双语幼稚园的小华是个成绩很好的孩子。有一天，小华上完厕所回到教室，跟老师说：“老师，厕所里有好多蚂蚁。”女老师忽然想到，蚂蚁这个单字在开学的时候就已经教过了，便想问问看小华是不是还记得这个单字，就对小华说：“那蚂蚁怎么说呢？”结果小华一脸茫然的回答：“蚂蚁他什么都没有说耶。”